孟子尽心章至上。四十四，公都子曰：“同耕之在门也，若在所里而不达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挟贵而问，挟贤而问，挟长而问，挟有失劳而问，挟故而问，皆所不达也。同耕有二焉。”四十五，孟子曰：“日不可以而已者，无所不以；日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也。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。”四十六，孟子曰：“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，仁民也；仁之而弗亲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四十七，孟子曰：“智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己；仁者无不爱也，及亲贤之为物。尧舜之智而不辨物，其先物也；尧舜之人不辨爱人，及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思小公之察，放饭流辍，而问无耻之，是之谓不知物。”尽心章至下。一，孟子曰：“不仁在良惠往也。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，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。”公孙楚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梁惠王以土地之作，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，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知其所爱子弟以慎之，是之为以其所爱，是之为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